小乖也在吹泡泡、哦、哇，这么多人在拍泡泡，直接推进来就好了。咻，哇，好大颗哦。这穿在白 T 啊，这个要是做了真好、哦、对啊对啊，好大颗、哦、还不错。咻，想直接进去哦。咻，哇，这么多的泡泡，哇，好大个的泡泡。嘿，恩恩在尿尿哦，恩恩在洗手。地上湿湿的哦，要慢慢走哈、哦。车车，嗯、哦，车车，呜。可是泡泡不可以在这里吹，因为有泡。哦，这个空间已经是香港最起码有五倍大了。好，那这个、哦，可能李嘉诚才有资格。李嘉诚，可能大部分人好大的泡泡，只能住周星驰那种天耗子啊。旁边还有水塔。现在是好窄了，很多现在是在一个马桶上面哈，就加一块板子装起来。你要看今天香港上班族在租屋的好可怜哦，那个房间啊就是一个棺材大，哎呀、啊，真的就是一个棺材大。然后一般我们那种小套房里面居然可以住八个人，对啊，